主料木瓜600克，辅料粉丝、黄瓜、沙拉酱3勺，白醋3勺，熟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好木瓜，准备好粉丝，准备好白醋和沙拉酱，粉丝入开水中焯透，捞起，过冷和沥干水分，用稍许油拌开备用。木瓜去皮去瓤洗净，切成细丝备用。黄瓜洗净且细丝备用。木瓜、粉丝、黄瓜丝放入大碗内，沙拉酱加入白醋调成味汁，调味汁倒入碗中，将木瓜、粉丝拌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粉丝煮水后，可加少量香油拌一下，以免粘连；二、木瓜可以常吃，但其中的番木瓜碱对人体有小毒，一次不要食用过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